今晚是令人期待已久的第44期《名人传》第二出前业绩。今年呢，首度的将《名人传》移师到台北来举行，让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兴奋。囲碁名人戦の海外対局は2002年以来17年ぶり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このような貴重な機会を出演いたしましたらですね、共催を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林林博先生はじめです。会議金さん、日本とアリババがいつまでも仲良く、そして碁で競い合えるようにや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大陆新闻所主办的名人战呢，来台北比赛呢，这是第一次。那我问了一下，那17年来呢，名人赛是没有到海外来下过。目前在安排在台北比赛呢，除了因为最集中是台湾出生的棋士呢，让他们回到家乡比赛，表达了他们对他们的尊重。我衷心的希望这两位棋手能够带领我们继续探索深奥的围棋世界，展现出最精彩的一个对局。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我希望两位棋手都有这种精神。围棋是东亚地区共同的传统文化，我相信借此的围棋比赛能更加加强历台民众之间友好深厚的感情。非常高兴能在台湾台北举行这个名人赛的第二局。我这次这个担当这个棋正。真的叫太喜爱了，这个非常的紧张，因为我的工作非常沉重，在明天早上要说这个时间到对局开始了。結構何度も台湾に来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るんですけど、いつ来ても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ところだな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こんばんは。今日は午前中にその解放金で子供たちと来させていただいて皆さんのそのすごく真摯に碁に向き合ってる姿とか、そういう企画というか、明日あさっての対局は本当に僕も楽しみで、皆さんと一緒に楽しんでみたいと思います。今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其实我们去年第名人赛第一局的时候，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也有打，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的气氛还不错吧。我也觉得很不错。对，我有点担心的就是说我们两个的中文所以我想大喜板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精彩。Yes， 很高兴这么重要赛事能够在台北举办，然后也非常期待就是明天张旭老师和施元华吴普完老师两位精彩的对决。实在是很高兴，没想到居然还能够有机会回到台湾来比赛。首先感谢海丰棋院，还有台湾棋院，还有各个台湾棋界的各个单位，大家全力支持这个比赛的成立。那当然也感谢朝日新闻更加把这个比赛带到台湾来，实在是感慨很深啊。觉得作为棋手实在是非常的幸运，非常的幸福。那明天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希望把这种感谢的心情把它化为力量，然后希望能够在棋盘上有好的能够有精彩的对局，共同做出下出精彩的对局来。感谢大家，谢谢。超名人の応援する方がすごい多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明日からは気にせずに頑張りたいと思います。